好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鼓手叶仰，鼓手川川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鼓上的一些小教学，小招，然后是四连音，八跟六的转换，哎，就四吧，四跟三的吧。好，现在给大家做一个慢的示范。好，现在是三连音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试一下把四跟三结合。今天我演奏的插片是张英的 AB Stage， 然后我觉得他的声音会更有张力，然后动态会更好，是我需要的一个音色。而且我觉得像这个20寸的 Red， 它的帽声就是非常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有心儿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这一套插片非常的好。